我也是因为这个节目才跟丰田那个朝夕相处啊，因为我们每次录影两天甚至三天，对、我才发现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日本人的变态哦、喔。你不要什么东西，他都造谣啊！日本人变态更进一步，我们哦、喔、骑那个脚踏车要到另外一个景点，对，然后到那个景点我们就停在路边嘛。那我跟张立东同时发现，那丰田哦、喔、他在干嘛？用手在摸那个女孩的那个脚踏车的椅垫。哎呀，我跟张立彤丰田，你怎么这样？你的椅子小心哦、喔！太顽强了，你当时都相信了。没有，我只怕我这一段补充被剪掉。